Hello， 所有 FG 的读者们，大家好，我是雷欧雷欧。我很喜欢的一种伪素颜的感觉，对，看起来清新，看起来透亮，看起来好像没有化妆一样，但其实妆里面都暗藏了很多小技巧，打亮啊，或是例如修容啊。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学习这样子的化妆小技巧，来让五官更立体吧。如果是一个女孩，她一定是一个青春充满着活力而且百变的少女，而且她一定是自己发光，感觉上还会有一个浓卷翘浓密的睫毛的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少女。好多局突然要说也说不上来哪一个人，但我最近看了一个韩剧叫做秘密森林，对，然后里面的女主角裴斗娜，对，她的表演是我印象非常深刻，而且会在看完这个剧集之后不停的去回味她每一个反应跟细节。那也听说她在韩国是一个很特立独行很有自己风格的一个优秀女演员，希望有一天可以跟她合作。